在东华大学的校园里，猫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们介于野生和驯养之间，与人们亲密接触的同时又保持独立，自由地流连于校园中，俨然已是校园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在上海，初冬的清晨已然寒风透骨，学生们挤在早餐摊旁，只为吃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饱腹后匆匆走上桥头，他们正赶往各自的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此时，桥头上的一群小生灵也开始了一天的悠然生活。即使上课时间紧迫，仍然有同学被他们吸引驻足，或逗乐，或喂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是买了一点猫粮的，就想就是给他们吃他们能吃的来喂他。就之前的话，我有的时候遇到猫咪然后手上有吃的，比如说面包啊什么的，这种就是调味料加的不是很多的，然后我会去喂它们一点。因为感觉就现在毕竟人类吃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感觉好像不大好，对，就是可能会尽量喂一些他们能吃的，或者有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比较闲，然后会去摸一摸它啊什么的这种，然后逗一逗它，然后猫咪也很友好啊，大多数就感觉会很开心。对，他们也会自己去觅食，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意外。这是一只被两条狗吓到树上去的橘猫。即使暂时脱离了危险，他也一直警惕地戒备着，密切地关注着两条狗的一举一动。橘猫紧张地四处观望，在树上停留了许久，直到两条狗早已不见踪影，才小心翼翼地爬了下来。到地面后还是没能摆脱惊吓，他弓着身子，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样子。
在桥头有两个简易的猫窝，那是学生们为了让猫咪能舒适温暖地度过这个冬天而做的。一个是纸箱，另一个则是塑料收纳箱，两个猫窝都铺上了柔软的棉被，做了相应的保暖工作。冬夜里寒风凛凛，有了猫窝以后，它们终于不用再忍受冷风的侵袭。三两只猫在猫窝前好奇地嗅着，仿佛在辨识同伴的气味。一只橘猫慢慢试探着钻进了猫窝，安然地在里面度过了一夜。在食堂外有一处花坛，那里常年蹲坐着一只黑白相间的猫，它不喜与别的猫来往互动，总是独来独往，对同学们的逗乐也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午间下课后，同学们纷纷走向食堂，一些与黑白猫相熟的学生会在饭后走到花坛处和它闲耍。令人意外的是，对于熟人，它表现得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可接近，反而有着少女般的娇羞与黏腻。因为我打算考研，所以暑假在学校留着复习，然后经常放学那个图书馆闭馆的时候，我就从这边回寝室，他就经常在那边那个马路趴在那里，然后有时候趴在那个就是下水道那个盖子上，然后有时候会在那个栏杆上，就经常会看到他。然后之后我就他那个时候没有这么胖，他那个时候其实比较瘦的，然后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就我在朋友圈里有看到很多同学就有发跟他有关的朋友圈。然后之后我就买了猫粮，就是喂了他一段时间，之后也看到大家有很多人都有喂他嘛，所以最近长得也这么胖。有下雨的时候我就想可能从那边走看不到他了，然后但有一次下雨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还在那边待着，然后就是双脚不敢完全着地，一只脚还抬起来，这种感觉挺好的。然后原来有两只猫的，还有一只猫偏黄色的，有一只猫，然后他们两个都在这里。然后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喜欢这只猫，我就看到有一次我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另外一个男生就是像我一样坐在这里，然后这只猫在他身上趴着，然后那只猫在旁边看着，比较高冷，但是还很粘人。就是我夏天的时候穿短裤嘛，然后蹲下来逗它喂的时候，它会舔我的腿，刚才还有舔我的手。就有的同学靠近它之后，它直接就在它的鞋上就待着不动了，直接趴在它的鞋上了。这里是17号寝室楼，是寝室区猫咪的聚集地之一。这里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因为太过幼嫩，它对于人类有本能的戒备，不敢轻易踏出猫常年居住的地洞。Thank you.
只有在大猫的陪伴下，它才会肆意地从洞里钻出来觅食。然而大猫似乎并没有爱护幼崽的意识，独吞了学生们喂给它的食物。觅食无果，小猫也只得失落地回家了。这儿是寝室区另一个猫咪聚集地，一只猫前不久在同学们搭建的猫窝里生了一窝小猫。据说它曾经是这里的毒虫儿，每天趴在门口玩耍，口渴了可以喝桶里的水。饿的时候也会觊觎门边的外卖。时不时也会接受来往同学的喂食。可是另外两只猫的到来改变了它原有的悠然自得的生活。他们不光抢夺了他的食物，还占领了他以前所在的猫窝。同学们为他感到不平，但又无法阻止，只能在隐蔽的地方重新给他搭建了一个小窝。这只猫是这块区域的霸主之一。走近时，我们看到似乎它的双瞳颜色不一样，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有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而且失明的那半张脸都变了样。细心的同学每天会给它喂食消炎药，渐渐的，除了失明，它身上的其他伤口都痊愈了。猫用不同的方式参与着人类的生活。走在校园里，随处可见猫的身影。它们被许多来往的人喂养着、照料着、爱护着。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孤独与焦虑。与其说是我们在供养猫，不如说是猫给了我们一份柔软的陪伴。像你喵喵叫的时候，就像是生命在对你微笑。能拥有这样的时刻，我们何其幸运。
好，同学你自由发挥吧。